晨6:30，松山机场准备搭国内线到花莲。有分两个航站，一个是国内线，一个是国际线。今天又要飞花莲，所以我要到 T2。今天有任务在身，要去花莲。相信车界的朋友都知道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一年一度的 KOM， 耶！今年可以近距离观战，觉得实在是太兴奋了，期待。准备登机，要坐接驳车到另外一头。20分钟就降落，超级无敌快。我们其实起飞大概不到15分钟吧，机长就说要下降了。然后现在才8点，已经到花莲了，天气超级好。迫不及待要上山了，可是今天好像还没有要上山，今天要先参加选手的 party。但明天，好可惜没办法带车来哦。明年，我一出机场就看到保姆车跟脚踏车，过去看一下。参加 Welcome Party， 然后路上已经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车友了，大家就是骑着车要集合。欢迎会是3点开始。选手们正在聚集中。OK, everybody, we'd like to wish these guys up here all the best and you too.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everybody, please. Thank you. 再次为台上的亮点选手们来一次欢迎。高雄也请留在台上。Can you please stay on stage? 房间上也要进行的是一个智证纪念车队纪念衫的仪式。那由 Laura Stanton 啊，要致赠一件纪念衫给我们这一次的主办单位。我们这边请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局的管理处洪东，他洪处长上来代表接受。And right now we're going to present。嗨，大家好， Hi. 我今天在会场超兴奋，我旁边坐一位，他是我的频道第一位收到我的名片的人。今天拿到他的名片，结果就是个名人。介绍一下自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易之，然后我是2013年的登山王，然后今年又来了。
太帅了！我既然名片第一位就发给了登山王。对，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就是因为前几天也有看到他的频道，就是在讲那个车厢要怎么打包。那要不要发表一下赛前感觉？其实今年没有特别准备，所以觉得还蛮轻松的感觉。还蛮轻松。对 ，OK。我其实也才刚从日本。就骑富士山啦，就跟车友们一起骑。这次就跟大家一起完成了。那我们一起就期待云芝明天的表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KOM 现场看到超多职业选手，整个超兴奋，很期待明天观战。这次是来工作的，但是可以近距离看，就是这么多精英选手比赛，超级开心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要在我的影片下方按喜欢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Linda Love Cycling， 同时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 Linda 新的影片上线才会通知大家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